不如让我和昭哥切磋一下，在师父面前比试比试。慕瑶，师父面前不得无礼，不要为难小师妹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和昭哥会点到为止的。师父也是难得来，应该也想看看昭哥的实力，对吧，师父？也好。请赐教，小师妹。拳脚无眼，当心。昭哥，那咱们便开始吧。请。你的弹弓还是远程更具优势，要是被敌人近了身，你该如何？不愧是师父的女儿，冰修灵法用的也是熟练自如，想来之前修行缓慢是因为还未找到窍门所致。想法是好的，不过用冰刺围起来不也困住了自己？负一分。没想到小师妹如今进步神速，真是让师父欣慰啊。我还差得远呢，这都要多亏了小五，他替我解读，还叫我用弹弓认穴位，还有小一哥。不过就是师父的弃女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慕瑶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说的有错吗？他从小就修行不行，所以师父才厌弃了他。住嘴！身为碧落宫弟子，言行无状，如若再屡教不改，我便将你逐出碧落宫。慕瑶，师父见谅，慕瑶她不懂事，我去好好劝劝她。